所以把你的阻力带呢靠回去刚才的那个位置。我们接下来呢做深蹲的动作。所以带你在做深蹲的时候呢，它和平常的深蹲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当你的阻力带一靠进去过后呢，你必须把你的阻力带是往外撑开的，一直都是保持往外撑开的。所以在你压下去的时候呢，你的膝盖要稍微往外撑开，那才可以拉开你的阻力带哈。这个呢就是深蹲的加强版的。然后往下，往外撑开，再往上，臀部收紧，再来往下，往上。OK， 来继续12下。11、12，对了，就那么简单。